新片《小雙俠》呢日舉行開鏡儀式，演員麥浚龍、温超、Steffi、鄧麗欣、夏文汐同埋曹格都有出席。呢日咧天寒地凍，出席嘅人都著到好厚衫，包到實一實，驚死凍親咁啊！尊龙麦浚龙话佢喺片中会有动作戏，为咗呢啲动作戏啊，已经进行咗一个月嘅训练噶啦。呢日迟到迟咗成半个钟 ，Steffi 喺戏里面同尊龙系一对，佢就话冇同尊龙过电。咁佢觉唔觉得尊龙唔够方力申靓仔啊 ？Steffi 就话：哎呀，冇得比嘅，人比人比死人啊嘛，各有长处。而声线以似周星驰出位嘅温超亦都有份参与演出。佢被问到系咪会以周星驰嘅声线演出该片嘅时候，温超就即刻星爷上身咁话：唔扮反而令人感觉做作，唔搞笑亦都冇乜好做。佢话未见过星爷，但系总系觉得有机会同星爷同台合作。